看见了吗？这浮漂直接拖到水里边了，看，我去，鱼不大啊，水特别干净啊，看这水质啊，看拖着跑呢，还看见没有？小草鱼，可以啊，太小了，我操！野河里边啊，干净完了啊，兄弟们，喜欢逮鱼摸虾可以关注我啊，每天带你们逮鱼直播。